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圣经教会的传道，我叫于岩。我们教会在不久之前受到了一元的邀请，在中环的海滨带领了一场2个小时的音乐敬拜会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整个的筹备工作只有4天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非常感恩，因此而经历了神的非凡的供应和带领。神也通过这个经历来提醒我们要壮胆， be bold。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可以一起经历神的带领的方式，那就是参与到大斋期的一元读经计划的里面，跟全港的基督徒一起同感一灵，同步进入到圣经世界里面，就好像福音电影里面2000年前的门徒一样，跟着主耶稣去走一段信心的旅程，一起来经历它，一起去提问，去思考，同时还可以建立小组，跟组员之间有互动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段的故事，因而呢有机会去体验到经文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立体，更加的丰富，我们的主也会显得更加的真实。今年的大斋期，我邀请大家加入一员，一同去聆听马太福音，在耶稣的里面得到满足，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，一起去跟随，去敬拜这一位谦卑的弥赛亚到底。你又怎么可以错过呢？